老妈点火要炖鱼了，好长时间都没吃鱼了。那正好我今天早上在大道捡块大豆腐，我再切点五花肉，一会儿再撕点白菜，一堆炖上了。这样炖更好吃吗？这鱼不小啊，一会儿你炖完鱼，给你老孙子再烤两根烤肠，煮个意面吃，叨咕好几天了。行。锅热了，先来点荤油，润润锅。再来点豆油。油热，放五花肉。把料到锅里爆香，加上热水。今天不煎了，就这么清炖，放锅了。倒罐啤酒。这是一条大胖头花鲢鱼。先盖上盖，烧开，再往里下白菜和豆腐。我把配菜下里边。哎，热气腾腾的，手撕白菜，白菜搁底下省粘锅，省粘锅。嗯，放点盐，盖锅。好了，进屋煎烤肠去吧。那走，这肠闻着挺香的。那可不，空客家意面是真的好吃，新出的纯肉肠肯定也不赖，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，都是纯鲜肉做的，零添加，这不比外边的健康多了，咱吃也放心，还送了很多蜂蜜芥末酱。妈，再把这意面煮了吧。都闻着意面肉酱的香味了，我很想你。干活的要回来了，粥锅吃饭，鱼也炖好了。嗯，撒点香菜、蒜末。这鱼大不好盛，搁个大盘子。搁大盘子盛，这不盛上来了吗？这个盘子是豆腐该碎了，就得搁大盘子来。一锅出。开饭了，这会儿天都黑了。哎呀妈，这鱼这么大呢！这下吃吧，就咱几个老婶儿。要咱也来吃了呢。嗯，我妈说招老婶来吃了。把芥末酱挤这里啊。这下你吃吧，儿子。看着烤肠和意面，瞅着都能好吃是不？用老婶夹你夹肠。老二，这肉肠真好吃，看都爆汁儿了，配意面真好吃。好吃，你多吃点，以后让你妈再给你买点。嗯，大人孩子都爱吃，里边都是满满的鲜肉，汁水超级多，吃吧。这个味儿吧，正味儿，正味儿，味儿正。你看我，我来一个。嗯。你看，我不瞒老师说好吃，你这肠真好吃，出来都爆汁了，瞅瞅。嗯，吃吧，明天多烤点啊。嗯嗯。那肠剩一个，给你留着了。给我留着，你们吃吧，不用给我留。你儿子造几个了？造几个？造三个还是四个？别光吃肠，你吃点鱼再啊，吃点饭。吃点面。两块肉，你自己加。嗯。